今天是4月6号，农历日子来到2月29，冲煞属鼠45岁的观众朋友，冲煞的方位是北方。今天的吉时在子时跟丑时，适合祭祀入宅，但是不适合安床跟动土。以上农民历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。苏富比拍卖公司昨天在香港拍卖了一颗重达10.10克拉的椭圆形鲜彩蓝钻，最后呢是以台币大约10亿4000多万元拍出，也创下历史新天价。到底有多美丽呢？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看看。我是刘一涵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早安您好台视新闻，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我们再会。